你到底为什么要帮高山雄那个大坏蛋杀大叔？这野人为患山林作恶多端，人人都爱助之。大叔不是坏人，高山雄才是，他杀了我爹，还是大叔救了我的。这副德行你告诉我他是好人？大叔只是外表糟了点，洗洗就能看了。别讲了、你等一下，大叔你跟我来、给你包装一下、跟我来、别动，马上就好了。哎呦，毛可真长啊，别动、哎，站好。哇，好漂亮！这是你妹妹的衣服。脸都红了，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堂堂女侠。